对我们这种对超过100公斤以上的人是一种福音啊，好不好？带这首《丑八怪》其实掌声对我们来说真的不是很重要，还有你坐在公妈我就不要玩手机了，世界漆黑，其实我很美，在爱情里的疲惫也不退下飞，不管痛要是非，有时候不对无所谓，如果像你一样却不能赞美，围绕着我的美味不时的相对，其实我不愿意有很多机会像你巨人一样的丑八怪呀呀呀，能否别把灯打开，我要的爱呀呀呀出没在就。